李青果山再来点杀，对战方静心缠珠回血，龟速宝宝拉法系2730回的差不多满，主视角这边地府独来回血应该是点女儿村了，点女儿村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点女儿能不能成功，拉起思说，活血大堂4666哦，亡两罪魂，这把没点吗？我操，这怎么没点啊？这把不点不是很血亏吗？水星花果山为什么不点？怕被点吗？这怎么点啊？巨剑点吗？神真瀚海啊！我操！我操！别人的花果山怎么这么猛啊？我们紫禁城的花果山为什么这么伟哥？我现在有能告诉我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能回答我吗？能不能回答我这？能不能紫禁城为什么花果山为什么这么伟哥？别人花果山他妈的打杀人打飞机跟他妈是航母一样，他们紫禁城的飞机就是他妈纸飞机。是飞机一起做游戏，这花果山能双杀，直接虚弥了，你看见没？兽性兰亭也是一把暴力，死两个人，直接兰亭招牌突山血招出来，一只虚弥狂冲刺，叮，来了一条蛇，不管了，主战方这边化身也是残血，只赶紧出一只千术，血量不够顶，烽火狼烟再来飞机，对战方悟空花果山这把舔不舔？大蛇咬了五号，舔了，我操，有命钓鱼岛，一把红火招出来，宝宝有点少，宝宝有点少，拉人的单位不是特别多，好，拉起女儿，一只大狼，两只全部起来，全部起来，女儿喝酒，大狼立盾，血量极限有点残啊，极限有点残。但是这回合罗汉轻轻能够接得上，这回合对战方的面伤，我操，这个无魂要是不中，没中的话就温机了。无魂没中，我估计鱼岛这边要翘了。这个无魂是很关键，还有机会翻盘吗？相信鱼岛吗，兄弟们？这无魂要是中了，就是没中的话就是温机，抬走了基本上，化身也得死。下次相信。个性有点猛啊，陈个性有点厉害，陈个性还是有点小黄照的，陈个性要冲刺了啊，这不冲刺吗？这已经这样了也没办法了，就走投无路冲就完事了，化身要活血，女拔要群秒，对吧？花果山要飞机，全队残血，化身四，哎，这把打针给化身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化身肯定是那个吧，我的女儿有速度，直接笑里女儿村金青没放出来给化身你拿金，化身估计要静心缠珠了，罗汉金钟啊，没有静心缠珠，罗汉金钟，但是女儿金青没出来，凝滞啊，给了一把化身四，那么对战的花果山肯定又是飞机，主视角兵师傅都回血，罗汉金钟来扛一扛须弥啊，须弥直接太猛了啊，女儿直接被咬死，对战方直接飞，对战方女儿有速度啊，非常舒服，来飞2700，再来一格3000暴死直接。再来一个1300啊，化身还是可以的，防御位置抗性还是不错的，大唐有贴，大唐应该是平砍，哦，大唐没有出手，出了宠啊，焚魔烈焰群秒，秒大唐1277倒地，那人物起不来了呀，这人物起不来了呀，这怎么办呀？起不来了有力劈吗？顶血给化身，有力劈啊，清，赤国阿国3900没有神，还有只涂山雪2000。啊，虽然远处射，主视角边没龟速，没龟速的话拉不起来人，人物倒了三个，我继续飞，我操，没了，抬了，抬走了，绍兴还挺有点厉害，现在硬件也到位，老板试一下，说实话，兰亭硬件老板的确也是疯狂更新，硬件也到位啊，这抬了吗，兄弟们，这能抬走吗？这还要抢救吗？啊，给局长来了一把笑里藏刀啊！局长被笑里了。淮阳 A 拉 B 清之虚弥再说啊，清虚弥缠珠啊，缠珠缠一下就完事了，2700啊，可以缠珠回血很舒服啊，有贴啊，那肯定贴了对吧？涂山雪肯定是要贴一下，漫天啊，那抬走虚弥，抬走啊，虚弥抬走，有只小猫叫啊，对面又是飞机3600，有金刚啊，有金刚。又是这地府是把宝被暴击的，反正不管了，这时候局长担当了肉盾角色 MT 狂贴别人啊，狂贴别人，这对面花果山好能爆啊，感觉群秒1300啊，差一丝血，好，拉起女儿村再喝酒，
或者出种，出种也可以。他会出须弥吗？他有速度可以出须弥啊。哦，有罗汉也不一定会出啊，主要是有罗汉。还有飞，这个时候无限飞机，无限群秒，对面舒服得很。能抬走吗？看看吧，还有点机会啊，还要抢救一下，还抢救一下，抢救一下啊！哎，抢救一下啊！好，人顶大金，他把女儿没速度啊，他女儿的速度波动怎么这么大的？是一会有速度，一会没速度。对面果然是出虚弥了啊！果然出了一只人头马，无魂化身，防止化身，活血，13回合，地府再走毒。触发了一个连毒，很舒服。回回回回回，我操！这把老和尚中无魂了，是有点难受了。也是一把无魂，这把没中，你不能指望无魂把把中。飞局长飞不动2800，地府1800，他没秒到地府，地府可能又是扛不住。啊，能秒到地府，对面一个怨灵也秒的，不管了，这个时候管理有一个怨灵没怨灵了，干就完事了。啊，局长起了个指纹。好，给顶血青虫，这只宝宝应该是一只高攻虫啊，耐连200 1600，没有书包套装啊，打化身，打大狼就好，大狼翘，打化身打不动啊，化身毕竟防御嘛。还有飞啊，对面还有飞，无限飞机这时候。那么女儿村这把有碎运动影的话，直接把化身控住就行了，把化身控住，有没有化身灵元已经用掉了，对吧？继续飞机啊，壁垒贴须弥，对吧？手势壁垒贴须弥手势，有一条蛇，女拔木不用秒了，招个牛就行了，应该有牛了，应该有牛了，招个牛啊，或者把双蛇招出来，鱼岛是翻不了的，双蛇招出来鱼岛是翻不了，这蛇清不掉了啊。七宝解无魂解掉，怎么说怎么说，是与生香啊，封了大堂，防清虚迷，千速拉地府，地府只能躲啊，地府没花招，渡劫金身啊，保了一只奈莲，直接刷地府啊，但是没抓死，神佑了啊，神佑了，啊，也是一把无魂，啊，活血给大唐5300，嗯，大蛇咬了宝宝，火焰闪，啊，还是没有中，对面是花果山无限飞机，其实他这个小飞机啊，你别看伤害好像不是特别高，他每回合都在飞，你也难受的，对吧？打局长打不动，局长怎么抗性这么好，打了400血搞什么啊，魂火，对面是无限群秒了，蛇也不招了，反正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给群秒，我操，这只他妈的力劈比对面，这只是不是虚弥比对面主战方这边的力劈还要快搞什么啊，耐连啊，顶800，顶跳，没了没了，抬走啊，抬走。哎呀，现在真的豪门陨落啊，豪门打不过别人了，现在豪门温机都会被干，豪门放弃了，直接逃跑了，鱼岛啊，放弃打不了了，已经什么珍宝哥钓鱼岛还得被虐，对吧？该虐还得被虐，嗯，头一棒啊，顶，再耐也得敲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被大克主要是啊，被大克的确属实有点伤。这花果山也凶了啊，这花果山属实凶。刚